你去给岳父一个拥抱，说你跟你的岳父说，你会永远永远的爱护子怡，照顾他一辈子，共同分享。如果有糖，两人一起吃；有饭，两人一起共享。那女儿也要感谢爸爸，这么的一路上陪伴照顾你们这么温馨的家庭，给爸爸一个拥抱。来，我们现在请子怡给爸爸一个热情的拥抱，感谢爸爸。这么多年不断风风雨雨，让你有个温馨的家庭，更要感谢妈妈，给妈妈一个很温馨、很温馨的拥抱。要说妈妈，我爱你，谢谢你。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。看他们依依不舍，我站在台上都要哽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请视力和。司令和你的老婆先回到位置，把女儿的手交给新郎，让他们上台来。我们再次用我们的掌声来表示我们的祝福。来，我在这边看到我们的嘉宾们都非常感动，也非常的高兴。今天子怡啊，终于找到这么好的一个老公啊。那我们接下来请师弟以及请女方家长上台。盘子直接叠上去，哪个面还有盘子啦？我们接着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男方主婚人上台。来，父母请上台。爱父母的赔偿费哦。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，让我们的亲家公、亲家母感觉我们对子怡的爱，以子怡的未来就完全交到你们家里，要疼爱我们子怡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再来，大家都知道师弟是金门人，而且在金门还是非常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，而且县长跟他也是自家人。他的同学也是自家人，上台要来为我们这对新人说几句话，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陈主任上台。今天我师弟哈，还有亲家，还有在座嘉宾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这个人为人很感谢，因为他接近到我弟弟，他就成为另外八家子，我感觉他很差，但是我还是本着很高兴心情来去为他祝福。因为在那天历年的嘉宾听说都是你师弟最好的朋友，请大家给你师弟一个鼓励好不好？好，